欢迎各位回来，这里依然是我们的勇闯天涯 Super X， 这就是街舞第三季的总决赛现场。刚刚我们的八强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个人秀的一个表演，那么现在四个人当中有两位可以晋级到我们的全国四强，这个名额到底属于谁？接下来我要为各位来揭晓票数。首先我要宣布的是刚刚最后一个表演的藤仔，你的票数是104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站在他旁边的布布的票数是168票。还有两位的成绩没有宣布，我想告诉春玲还有肖志斌，你们俩的票数其实非常接近，其中一位是154票，还有一位是143票。那么到底是谁可以获得我们的154票晋级我们的全国四强呢？我们要恭喜的就是肖志斌，恭喜你。是的，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藤仔还有春玲，有什么要说的？首先藤仔你先来吧。首先这一次复活，对，我想说的就是我又回来了，就是回到这个总决赛的舞台，然后再一次的展示自己，然后想完成一个很好的作品这样子，然后很开心。对，然后也感谢支持我的人，还有我的核心武器，还有我的队长，核心武器是最倒的。对，好，谢谢谢谢谢谢。能看得出来，因为这次准备的时间也只有3天的时间，完成这样的作品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也看得出来你的生命力之强哈。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春玲。首先我想感谢我的三儿队长 Amen， 然后谢谢你一直鼓励我支持我，然后我也要感谢我的往这里看的队友，对，谢谢你们的陪伴。最主要还感谢我妈妈，然后感谢我的家武邦，然后感谢所有人，感谢包括我的导演水溪，然后我的选管蓝莓，谢谢你们，谢谢节目组的大家。然后其实我并不有很伤心的感觉，对，然后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已经留在了舞台上，然后我的目的也达到了，然后希望大家以后能多多关注我，我会越来越出更好的作品。然后我想说，小潮，加油！谢谢，再次要感谢我们的藤仔，也要谢谢我们的春玲，同时我们要恭喜另外的两位，你们晋级了，你们可以去后台继续备战了，好吗？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到我们的两位去跟自己的队长告别。来，这边有请。大家其实看到藤仔也非常的优秀，热爱不息，白头不止，要特别的感谢我们的 Popping 的战神藤仔。同时春玲一路走来呢，给大家留下了很多精彩的作品，除了编舞师这个身份之外，我们也在浙江的舞台上看到过白头能力超级强的一个春玲，谢谢她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惊喜。
好的，谢谢，再给他们一点告别的时间。各位，勇闯天涯 Super X 这就是街舞第三季的全国四强现在已经全部诞生了，他们分别是小潮、杨凯、布布、肖志斌。那在我们第三轮的赛制正式的开启之前，我们要欣赏到的就是我们三位回归队长给我们带来他们的回归大秀了。首先要带来表演的是我们态度大师战队的韩庚队长。接下来我们首先来通过一段短片回顾一下韩庚队长带给我们的难忘瞬间，请看。我是韩庚，80后，跳舞已经22年。我是 FKM 战队的队长。我的选择是韩庚。韩庚，我选韩庚。我选韩庚队长。我选择韩庚队长。我必须要保住我团队的每一个人，因为他相信我来到我街道。伊莱文、找月、范范、童阳、牧童，这几个人我要定了，谁也跑不了。我希望你们永远在我的战队里边。韩庚队长，你将从你的12位队员当中淘汰4位。虽然我们今天6个人站在这里，其实我们今天是12个人来的。对，没错。莫鹏，这就是我们态度大师。让我们恭喜态度大师战队，让我们恭喜 FKM 态度大师战队，恭喜全员晋级了。太好了，一个都没有走。说实话挺开心的，在 FKM 组成这个团队，每一个队员他们真的把这个团队当成一个大家庭，我很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因为可以什么都不用想，只跟他们一起，我觉得这样很轻松。你也能发现到每一个人都特别可爱。我们战队 FKM 有一套战服是全都有自己名字的，我可以拿着这些东西找我队长签个名，回去给我老婆交差了。从你们每一个人身上看到我以前在练舞的那种对舞蹈的那种执着，对舞蹈的那种热爱。无论结果怎么样，我觉得大家享受过在这个舞台上去散发过，我觉得就值得。无论哪一轮你们淘汰，你们依然是我 FKM 的战队，永远是 FKM 的狼。有请韩庚队长和他的态度大师战队。FKM， 我们是 FKM。
谢谢，谢谢我们的韩庚队长和我们的态度大师战队，好帅啊！来，队长，队长 ，Hello Hello， 我们看到我们新队长全都在站起来，一起来看你们的演出哈。再次回到家，然后再次回到我们这个舞台上，带来一个作品的感觉是怎么样的？紧张、兴奋。刚才还跳错跳错了好几个。因为排练的时间也很短嘛。确实，因为很多成员也去到北京跟我一块排练，但时间太短了。但昨天我们还一直在改动作排练。是。很希望把一个完整完美的一个舞台呈现给大家。因为昨天我12点钟路过的时候，发现他还在排练室排练。改动作。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爱舞蹈，还是爱街舞哈，站到这个舞台上就是一种很爽的感觉。对，因为每次站在舞台的时候，感觉是不一样的，像换了一个人，跟在拍戏在镜头后，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和自己的队员们呢，再次见面，兴奋。排完练之后，必须要聚起来喝一顿，聊聊天，叙叙旧。他们以后都会跟你们一样的，一样的，会一样的。对，其实这支舞呢，这个是11编的，是不是？11，对。所以其实这一次时隔一年之后，再次跟小伙伴们聚在一起，跟队长聚在一起，然后创作了这样一个国粹跟舞蹈街舞结合的一个作品，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是很开心可以跟 FKM 家人们一起来表演这支作品，然后这个舞蹈作品叫做《城》，其实是对我来说，庚哥是传承。他是继承，我们是承上启下，然后，就这个，因为这个面具给我的灵感是来自于庚哥的第一部电影《大武生》。对对，然后我们希望表达的是，我们在跳街舞的同时，要承中华民族之精髓，也要承这就是街舞精神。谢谢大家，谢谢。真的是太棒的一个表演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就是我们的韩庚队长回到我们的队长席，那请其他的队员们来先稍事休息，谢谢谢谢谢谢。